各位。我想把头发吹上去，但好像没办法。大家，我现在在等 interview， 结果还没好，所以Starbucks 的 double shot 加 cream。就大家，我的 VCR， 我的 interview 超级快，我超紧张，我根本没有照着我嘴蕊的上面的讲，就突然很紧张，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已经准备好了。他有讲说去裁剪的时候要带 KF94， 就今天天气感觉蛮好。跟你们说，我有一个很可爱的 KF94， 还是我今天其实也可以带这个，好像可以耶。我带这个好了，我觉得是超适合我的脸的。这就是要把它撑开嘛，或这样的。这个色真的很好看耶，超级适合我。我买了10个还20个吧。这手机很可爱。这是唯一一天就是在外面放风的时候。好的。天气又不太一样。我今天是4:10才出门，今天天气蛮好的哎。我就很想看到韩国这种 view。 好好看哦，今天的天气。为什么？你看韩国都是这种斜坡，我们坐的那个后面有斜坡，蛮适合。今天人很多哎，今天没有人要排队的，为什么？为什么呢？外面标签，他写什么？我就想看他的容量。是这样子，空空的瓶子很不习惯。好了，真的是找不到任何一点标示哎，就是只是想要看到底是几公升。哦，有啦，这里啦，哦，找那么久，这里对，他写说2公升，然后6瓶装，有7罐哎，总共。好，1、2、3、4、5、6哦，第7罐就有了，马进吗？这7罐，答，要好好喝水哦，很爽，哎，洒出了。我21号之后就免隔离，这样。我在这里的这几天完全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也没有人找我，就是。各位，我刚刚看到一件很 shock 的事情，现在是1:43.4，但现在汇率太高了吧？今天这杯咖啡如果是2700的话，我们除以43.42，这杯62块。原本的话，2700除以快10块一杯饮料。刚下课，现在是的香0050。突然胃好痛，全新的米饭。
就已经熟了，有时候解冻的时候就会这样，它有些已经变色，有些还是红红的这样。然后加一点盐，应该还行。慢慢等，汁，是猪肉的丁，猪肉丁，跟蛋，就很像葱油饼的感觉。我如果更早做的话，我就可以每天吃这个了，这好好吃哦！今天是一个美好早晨，来听 Punch 的歌好了。오늘재밌게재밌게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러면제노래들들려드릴게요여러분음악주세요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这是我的最后一包健康奶茶了，这是蛮好喝的，给大家一个 tips。有啊，这里是基本上我会喝到两包，可是就剩最后一包嘛，就把它搅匀就好。把它整个加完好，我明天就可以买。嘴加那个粉大概到这里，然后就把牛奶直接这样加满。你喜欢喝很奶的人就会很推荐，因为我真的觉得超级好喝。晚上的七点多了，倒数四个半小时之后我就可以离开这个家了。我很笨，就是我多订了两天的住宿，因为我把14号误打成16号，所以我觉得必须在这里多住两天。我今天只要煮一半，但是很好笑的是我蛋全部都煮完，我现在没有蛋可以就是煮花雕鸡，但没关系，但还是我要吃一整包，会不会太饱了？这一锅全部变菜锅了，捞一下不然面就烂掉了。花雕鸡的那个鸡肉，耶、！各位，我们上课的时候才在讲昏脑这件事情，老师就自己讲出穷黑影，整个这样。黑노빠아서리씨잡을저를기회라고아도착해신주가하고신주가를신고하겠습니다비왔어와진짠데비오는데잠깐만응그신발이신발어디갔어여러분좀봐봐지금비오고있어요비온대여러분와各位倒数一个小时我就要解禁了，已经有点可怕的感觉，但是看到这种路灯都觉得有稍稍有点可怕。各位，我终于解隔离了，你们看雨超大的，啪啦啪啦的，哦。真的是很 sad， 给你们看。这雨还会喷进来，好可怕！有很多东西都没带，然后刚刚打开了电脑包，发现哇塞，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长痘痘吗？
然后我电脑包里面都是新的，这是我的出国礼物哎、欸，很衰。我刚刚就想说，我也没有要去哪里，我就要去我们家隔壁的 CU 这样而已。哎、欸，其实有雨伞，还是我们要去啊？我们就去买一些零散的东西就好。好，走。是，我就觉得好可怕，我好喘哦，好紧张哦，各位，我真的有紧张到各位。罗杰波根米，罗杰就是那个红色的 sauce 加白色的 sauce 加起来就变粉红色的酱，然后再来是 coke 酱，那这个呢是 pasta， 是对它这个粗面很有兴趣，就是这种比较宽一点的面，但我兴趣，我对这超有兴趣。好，我们现在吃好了，现在已经一点了，要吃哈。吃啊吃啊，就吃呗，怕什么？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对不对，各位？现擦，超痛的，它是这样，可以这样提着，好可爱啊，长这样了。哦，它是加白米饭 ，pick me pop， 所以我跟你讲，在韩国就是会变胖、欸，真的是真的。它这个要怎么那个？它真的是这样搅吗？哎、欸，这饭是硬的。原来是它这样怎么酱啊？这样怎么搅啊？这样，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会把我们家厨房用到爆炸。好像就先从强的来，两分钟。好香哦！等一下，我先把它推出来看它是怎么样。你看，它就是这样而已，没什么。冰箱的那个牛肉啊，放进来一起炒一炒，一定很好吃，真的蛮好吃的。这样，嗯，加对地方，真的好好吃。嗯，我觉得我来韩国一定会变胖，跟之前一样。好好吃哦。很开心，就今天可以解隔离，所以我们明天一起去玩吧。